姐妹们，恋综最强人气王罗拉果然不得了，不仅能从落单女逆袭成人气王，连恋爱都能直接拿捏住人。大结局的最终抉择，面对摇摆不定的牙医，罗拉直接和他说拜拜，而面对真诚的王能能，他则果断示爱，让王能能当场老泪纵横，而他更是主动要求牵手，硬是把狗粮撒在众人面前，让牙医在角落双眉抑郁。然而一天内脱单牵手还不算什么，连亲亲也要直接炫起来。上确定恋爱了吗？反正你自己结出来了，想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亲了。而霸气拉姐的这一波操作，直接就让王能能当场呼吸困难了。我可真喜欢看成年人的爱情啊！然而恋爱中的罗拉更是不得了，回到演播厅的她更是直接情景重现。而恋爱中的王能能看到罗拉不开心，更是各种亲亲模式。跟谁说啊？跟我说啊！走开！干嘛呢你？啊！所以民政局我都搬来了，恋综以后按着尺度整起来好吗？